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们。全军出击！气曰以前地，刚刚好啊，还行。哎呀，谢谢大师兄的毛。看看啊，还有3分钟开奖啊，现在1/6的中奖概率。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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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闪现抓抓抓！完了，这波没杀了。哎呦天哪，没太玩好。谢谢稻草人儿。一展千机。这波其实应该回家，下波炮车兵出来正好。少刷一刀，少刷一刀。刚上厕所没调整回来。这波啊，这波赖厕所。这版本一更新呢，就全是 bug 呀，全是 bug 呀！谢谢平顶山山寨大王，谢谢山寨大王，感谢感谢感谢，谢谢！还有2分钟开奖啊，1/7的中奖概率。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延续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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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这是真实伤害。胜利的到来。回家了。在6级之前，我估计我们杀的炼金呢，能多杀他几回。6级往后就不好杀了，这玩意儿就又起来了。只要等他放完 E， 我们再放 Q， 其实就可以。这干啥呢？我将为你指路。谢谢中奖不发，尼玛炸了。这名是什么意思？跟我没关系啊，我们中奖从来都是发的。为你自己。谢谢牛牛。谢谢龙骑士牛牛的飞机啊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如果有的主播中奖没发了或者咋咋地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一般是不可能的，中奖他们都指定都给你发，除非这个主播不想干了。他要是不给你发，你就举报他，举报有用，那斗鱼上市公司，我跟你说这些负面影响很大的。
假如你中奖，他不给你发，斗鱼都得给你贴上。看着吧，不会中奖不给你发的啊！谢谢。哎，我看看，恭喜牛牛下落炸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开始吧。剑刃与肉身，两点新英雄吗？这把打完行不行？这把打完的，这把打完玩那歌温，这我也不敢上啊。形势先于蛮力，这辈他是有疾跑的啊，他要背我们，那不给他背。看看对面银马在哪里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直接扣小兵，但是没上去，想背我那不可能。其实这波可以杀，但是我没有扣了，我们还是稳一点。这把队友不是炸了吗？稍微稳一点啊，别太狂，让这个炼金上来狂我们啊，让他上来狂。让他上来狂，他指定引不住，他不可能一直在这引耐，他不可能一个刀不补，明白吗？引不可能永远能引得住，他指定得补刀。无极之道，心延续。其实蓝银马在下路。你在教我做事啊？啊！现在都轮到你指挥我了，去吃个蓝的。有的话不吃白不吃，吃一个。真是不吃白不吃啊。我将为你指挥。塔皮咱们吃不吃呢？算了，直接德克萨斯木印了。你跟我玩，你敢出水银海，兄弟！我天哪，我一个300的剑圣，你敢出水银海？我没想到。集中起来的意志可以击穿顽石。这不能忍了，那肯定是不能忍了呀，那能忍吗？空线，他不上来，我们就一直在这空着。开始吧。反正我能回血，我无所谓。我有蓝 buff。他走了，他走了，我们推，吃塔皮。他怎么跑下路去了呢？这人呢，是真能跑啊！不要被骄傲遮蔽，从上路跑到下路。An
An ally has been slain.我说实话，我这大招留着也没用，我们直接开大拆塔，能多拆的几层是几层。一展千机。好，他回来了，我们撤。真的，那剑圣大招吸地快，70秒一个。剑圣大招要是120秒啥的，咱就不用了。70秒一个还不用，70秒一个赶紧用。来个攻速海，我们就无敌了。无极之道，在我内心延续。哎呀！炼金没了。看着吧。又没了，继续吃。这么点血在塔下，我们肯定得杀他啊，然后直接把一血塔拿了，拿完一血塔我们直接去下路无敌了。去完下路先拿一波双杀，人马过来拿一波三杀，去中路再杀一个，拿个四杀，炼金得上路，一个塔皮没吃到，我们游戏结束。好的，这将会是一个惨痛的教训。好像还可以打个蓝 buff， 那我再打个蓝 buff 吧。打个蓝 buff 去下路，剧本写挺好，你看看是不是啊？先来个收集者的小件，收集者在哪儿呢？愤怒带来冲动，你看看，你先看看对不对啊？别急，这波往下路走啊，等我，兄弟们，可以打，我无敌了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去去往里进啊！来来来来来，这波可以打了。哎，好，这波全死，看好了。三，哎呀，操！那卢仙跑得有点快，没闪出来。团灭了，团灭了，只能下一波了。哎呀！卢仙没死啊，那卢仙差一点血跑了，给他小问题，下一波我们再无敌啊，下一波我们再无敌，这一波距离无敌差了那么一个卢仙，队友的位置不太好，德莱文没上去卖去。再来一波，来，再打，来来来来来，再打再打再打 ，nice，
那继续，来来来来来，再打，再打。哎呀呀呀呀呀！给我杀！800块。这不拿下了吗？他们只要能上去卖，随便给我抠两个就完事儿。但我说实话，这御剑传说的皮肤啊是真影响我，不好用真这个皮肤。没有原计划的好用。这啥意思？一个人敢守我的塔？嘿，哎，我发现你是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了，我发现是吧？一个小小的卢仙敢跑过来守我的防御塔？回家了，我这直接无尽行不行？因为无尽实在是太贵了，我直接无尽吧。无尽太贵了，我能买得起无尽我就直接买吧。虽然我们少了一个那个被动效果。我有攻击力就行了，没关系，省得那无尽还得攒，老得攒钱。炼金怎么回事？无敌了是吧？炼金。在我面前都是个弟弟。不要被骄傲，希望这一波泰坦不来，能让我好好的收一波兵。1025，我去勾引一波呀。我去不了，兄弟，漂亮，咋不敢上啊？小龙，你老偷那卢仙大招有什么用呢？你偷人马大，你偷泰坦大，你偷个破卢仙的大招有个屁用那玩意儿了。来，可以打，这边对面滑板鞋都死了还敢打，我是没想到的。哎，我一刀都得死。谁也别跑，阿尔法突袭。Double kill. Ace.
幺幺幺幺。还有人吗？还有个链接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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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救，快救救！唰唰，哇哦！啊！打了个闪，还行吧。谁给我下当了？炼金术士，炼金术士。来个西兰刀。差五百，差点一刀没了。刚才如果我是西兰刀的话，他就一刀没了。嗯，我这么跟你说，差了个咒印，咒印的效果。力量就是我的，我将为你指路。等我五百块钱，兄弟们，我这五百块钱拿出来。跟我没有五百块钱完全不一样，我们有没有60%的暴击？差的特别的多，集中起来的意义，知道吧？这波我感觉我们家队友不一定能打赢，我说实话，他们不一定能打得过，因为他们少了我，看见没？双眼，来，我们来一下啊！这波直接要后，卢仙刚才不是把闪现交了吗？嘿，唰，我一刀，唰唰，两刀，唰，三刀，唰，让你交闪现。看看那银马什么装备，板甲，嗯，1400，正好回家。出个青雨，我们就无敌了，就差一件最后一。多米尼克领主的致意了，这是不是削了呀？这个30攻击，45攻击，好像削了哈。一展天机，怎么回事？我马上到。嘿，唰唰唰，我一刀，啊，致命点呀！我一刀喷他克，我的剑就是你的剑。